妈录夕阳。今天我们回家的路上看到好漂亮的夕阳。去北北的呢，去北北的呢，因为
太阳下山了。太阳下山。呀，太阳下山，躲到山后面去了，躲起来咯。看山快要躲起来，太阳快要躲到山后面去咯。那你要吃什么？你不吃 burrito， 你要吃什么？嗯？